B200 B202 是英特尔的 WiFi 系无线网卡，它们的区别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中有讲解。近日英特尔针对这两个网卡更新了驱动，使其支持完整的 6G 带宽 320mAh 的频宽以及 4K QAM 调制，它们之前无法在 AMD 平台上使用。有很多用户希望新驱动能解决这一问题，但经过实际测试仍然无法使用。然而 Intel 在产品参数说明中从未提及于 AMD 平台的兼容性问题，英特尔官网上明确显示是用的 PCA 接口，那么理论上应该是谁的 PCA 都可以，然而实际上却不是 AMD 方面也保持沉默。这个不兼容的问题究竟是 AMD 平台的硬件问题导致的不兼容，还是英特尔的驱动中没有兼容 AMD，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